装备分配完毕，准备出发。抵达西底地。谢谢沙鹿，今天当日来回，我们搭帐篷。取水，待会要走上去啊。营地搭设完毕，厨房已搭设完毕。搭帐篷，不是你吗？你要唱歌吗？对啊，我们在期待呢。装备打包完毕，准备出发。今天天气有点不太妙。下大雨啊！那个帮我们拍照啊！有没有喝茶？青江菜，这个是我们的韭菜小玉米笋，再来就是我们的排骨、土烧鱼，是白饭，还有我们的鱼丸汤。营地厨房设施完毕，待会准备下山，结束三天行程，出没福克斯。睫毛师装备下山，剪纸晒帐篷。